林志玲与刘德华等人前天在北京出席电影《天机府春山居图》记者会，志玲姐姐刻意把拉链拉拉拉拉拉拉到32C 美胸前，大露九公分事业线。入座访问时，乔志玲双脚一夹，手一挡，看起来就是练家子，但百密总有一疏。暴露又露底，完胜包紧紧的女主角张静初。Testing, testing, say something.志玲姐姐这次在天机里演出百变女间谍、孕妇、酒店妹、护士等等等，造型多变，跟佟大为还有激情挑逗戏，也挑战了武打镜头。其实以我来讲，我觉得少了，我一直有不断的抱怨说，导演，我也可以打。我也可以飞或是转，要不要让我试试看？戏外他也很百变，记者会后他换了套黑色长洋装走上首映红毯。V 领快要开到肚脐眼，只留两块薄纱挡在美胸前，再次把张静初给比下去咯。